108线小演员都在干嘛？今天我可是女艺人，我要去做我新剧宣发的宣传活动。就这样？别管，没人认得出我。虽然咱们平时比较糙，但是可能这边下飞机就会开始有一些修拍摄了，所以我在飞机上还是会浅浅的给自己捯饬一下眼妆什么的。到达，先去做一个核酸。我这次来是一年前拍的一个网大，需要就是有一个小宣传发布会，带大家看一下发布会一般都做些什么吧。有一种真人秀的感觉。这个东西哪个酒店不提供啊？为什么2块钱啊？不要你这样吐槽人家酒店不好。对不起，除了就是香皂要2块钱，其余的一切都很好。拖鞋也要钱。不光脚。哇，这边就是有一种在富贵人家的感觉。今天终于过上富贵的日子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几点？也不早了。已经开始化妆了。明天的生活就是随时有人跟拍的。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浅化一下子，直接接我一个大变身就可以了。变装成功。其实这个腰有一点大，但是我不敢让老师收得太紧，我怕我吃完饭坐下来就会崩开。哎呦哎呦，我以为我很美，这个头发怎么吹得跟八爪鱼一样？还能不能欣赏一下我的美貌了？头卸妆啦！你们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朋友吗？大半夜的在这里点外卖。你真的，你吃一口，真的特别好吃。我不可能吃，我不可能吃的。你在干嘛？你不是说你不吃吗？